我希望的话呢，就是说，希望孩子们理解我，不要。咋理解？你对我们这样，我咋理解？我年纪轻轻的，自己去苦，自己没有房子，自己去租，这个房子又不是你的。好，我先打断一下，就这个房子真的是您给卖了，是卖我的，又不是卖票的。咋是你的？这房子就是祖母留给老婆的，你让我们住哪？我们咋办？年纪轻轻的自己去苦，自己没有房子，自己去租，这个房子又不是你的。好，我先打断一下，就这个房子真的是您给卖了，是卖我的，又不是卖票的。咋是你的？这房子就是祖母留给。 你回我老婆的，留金府我还没有死，我还活着呢，怎么是，怎么就要给你了？当时都在，祖母就是这样说的，你应该也听见了这事儿，是不是？当时说祖母把这个房子留给的是您的妻子，好像是，这个当时房产证上的名字写的是谁的名字？是您妻子的名字还是祖母的名字还是？留的是祖母的名字。对，祖母现在是去世了是吗？是。 去世了之后，这个房子有没有过户呢？没有，就一直没有过户。我们也一直这样住着，那一家子随想的，他就会这样了。那阿姨，那您这个，不管怎么说哈，这个房子现在是大女儿跟女婿在住着，您就算想要卖这个房子，您是不是也应该跟他们商量一下？您为什么要趁都不在家？跟他们商量，怎么商量都通啊，商量不通我才卖掉。 他是啥事都不会跟我们商量，他啥事他想做啥就啥，在家里他从来就是这样。您自己有房子住吗？有的。你有房子住？啊。